重点网络上乱讲价格，一品多少？但是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目前这个案子是园林目前最大的案子，国雄建设的枫丹白露，你可能会以为是这种白露丝啊，就叫白露丝啊，或是白露啊，反正就很好记。这个基地面积有4700，针对现在目前八大户，就是说。这个4700平的地点里面，它只有500多户，有700多个车位，一户可能会配到两个平面车位。目前这里面变成一个大的社区、大的公园。现在园林哪有办法招这种东西？重点网络上乱讲价，一平多少？但是我听他们业务讲，差不多成交的价格。因为其实园林从化区现在目前也卖到40万，在更好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卖这个价格，我觉得很便宜。哎，不太有意思。就是朋友带来这边，好吧？目前他们国统就跟我们桥地产有合作，所以我跟你讲，